我是美乐，然后我们今天又回到永金了。有看我们之前的影片的人就知道，我妈妈是永金这边的人。然后今天呢，刚好有一个很热闹的庙会，所以我们那他有免费的冰丝哎，你要吃啊？你怎么知道有免费的冰丝？因为看起来他们就在大家这边排队吃冰啊。先去看庙会啊！你今天来参加的这个庙会呢，它是不知道好几十年。对，他说十年一次，但是我爸妈他是说，在他印象中上一次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非常久了。嗯，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因为大姑姑她家这边呢有板凳，然后我们就来这边看庙会跟吃板凳。对，他家这边家这一区这边的这个庙。然后我们在来之前呢，先看到了群组有一些照片，是很夸张的庙会的现场。对，你看过。对，就来去看。然后这好像过年一样那么多人，我觉得这里比过年还要热闹，还有警察交管啊，那个灯笼那不就这里，我觉得是这里吧。它这个庙叫做甘肃宫，不是很确定。对，走来看看这个传统道地的庙会。小姑姑你有来过吗？你有来参加过这种庙会吗？在彰化别的地方，那是多久以前？我怎么记得上一次我是很小的时候。对啊，他们拍照就是拍那边。哎，这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板凳，对啊，在前庭上面板凳，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的说法，这感觉就像是那种丰收季，对，那所以大家这样大拜拜完之后，然后就大家请客，大家亲戚朋友吃饭这样子。那那边在摆的那些贡品啊，他们应该也都是他每一户人家自己捐出来。那捐出来之后，然后收起来，收起来之后，他们就拿那些东西去板凳啦。对吗？可是我看到板凳，他们已经开始在那边煮了。那几只猪呢？我不知道，等下去问。好，相比过年。这个真的是觉得应该不止十年，下一次我觉得可能不太有机会看到，因为我觉得下一次可能一代又过去了。猪呢？在那边嘛。把这些贡品是怎么来的？这些贡品是每一家家家户户他们自己要准备贡品过来这边。这个城镇上面的。对对，整个村庄村落里面的人啊，一起来拜拜。有那简单啦，不然用那面汤很咸啊用。哦，以前都要弄脸盆。个铁的。铁盆，有没有记得吗？弄铁盆啊，把贡品啊都放在上面这样。今天感觉都是红包的，大家都贡品都是一样的。真的。很整齐，看大家都是一样的。帮我订2万份贡品，对，来，每户收钱，收钱。你知道那什么吗？那是猪啊，猪嘴巴咬的凤梨。哦，这猪屁股吗？嘴巴、欸哦，真的？是真的吗？你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你去拍照，欸、我帮你拍，快点，帮你拍照。啊，对啊，啊，他脚呢？它是被张开来的啦，它是被张开来的，我以为很大哎、欸。它是被张开来的。为什么它背后是黑的、啊？这首藏是黑色的区哦，那其他地方是剃掉毛。那里有一只哎、欸，它是真的吗？嗯、看一下，看一下，应该是真的吧。我看到了，看到很多猪了。来、哦、去看看，你不是还又爱看？还有很多路可以看到。对啊。哦。When pigs fly 就在这了，看一下，哇，好惊人哦！猪猪哦！这猪只哦，这用的安尼水哦，嘿，那就是讲头奖的啦。哦，上大。哎呦，冠军呢？冠军，猪公赛啊！不知道是什么？兄弟也是啊，看起来像老虎啊。那这里是。
山区的，所以你看它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看一下那边是什么吧，你敢去吗？应该不是吧？我看起来应该是，然后再加一些装饰哦。是的。然后它这个活动啊是一整天的，然后它都有不一样的表演，然后也有不同的舞台在这边啊，还有刚刚那一群也都有表演。它这个不是只有今天的，它是从前几天前到今天，对。然后它主要的庙是在前面的巷口那里，然后它是这里有一区的空地可以做这个活动，然后大家就会把自己的贡品呢带来这里拜一下。然后我们等下去那个前面就是它主要的庙那边看看。好，那我们现在走到这边呢，有一个旗子在飞舞，那个阿妈就说那个叫做卡丁哥，就是邀请孤魂野鬼来用餐的意思。你是把音念出来而已，对不对？不然你知道在吃什么一些吗？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站着的看。你看这些东西真的是，连我妈都不太知道了。对，我刚才说那个就是在洗衣服的。啊、外面这是临时搭出来的。现在就是咧，庆庙搁当翻新咧吼，啊十年前做一届，届是完成，因为庙搁翻新咧嘛，啊所以十年前就对啦，啊再搁十年，这个都完成，完成就对啦。感谢啊，感恩啊，阿妈做一家的救世啊，就保平安啦、啊，对，龙龙力走你是你的身体哪做的然后我们现在在大姑姑家，这么多人，然后姐夫买了这一个，听说是彰化这里很有名的麻吉哦，听说是要排队排很久，好吃吗？好吃，来试试看这个红豆花生的，在厨房这里，大家都在准备素食的，然后等一下会把这里的素食的料理呢端到前面那边板凳的地方一起吃。然后大姑姑家她这边在她三合院的前面这边搭棚子板凳，然后办了12桌，然后有2桌是隔壁的邻居的乡下的板凳啊，都会有这样。前面就是煮饭的区域啊，然后这边就是位置这样。哎，对吧？吃过这种板凳吗？以前啊，然后他这边的庙会啊，就是10年一次。然后大姑姑他们这一整个村庄的人啊，看到人家的外面都有板凳，然后就邀请亲戚朋友啊，都来这边坐。10桌表示大姑姑的朋友很多。哎，那我这样我可以这样进到别人家，然后我就进去，哎，吃饭吃饭吃饭就可以吗？我们在拜拜的地方就有人问妈妈说，他们来这里有没有？去哪里吃饭啊，然后妈妈就说要来大姑姑这里，如果没有的话她就可以邀请我们去她家那里吃饭的。怎么那么有趣，现在看起来是10桌都坐满了、啊、对啊，大姑姑的朋友好多，而且都是住在这附近的邻居啊，或者是像我们亲戚这样子从外地回来的，好热闹，这里应该有四代吧？有啊，再加上阿妈就有四代呀。哦，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在吃板的，吃板的的料都很丰盛。对啊，都很丰盛的。这个不能吃。哎，这个哇，你看这些饮料都没在跟你混，酒这么喝。对。都没有怕你。就是没有怕你。感觉就是把便利商店搬过来。这个板豆阿嬷烤比，是这一桌阿嬷笑得比吃那个一桌几万块的还要开心。阿嬷，我吃哦，都是小好吃，这卡口会崩，阿哥会地顺，真的是天哦。是啊。好啦，我以后结婚来这里结婚好了。再结一次啊。我们再办一次嘛。想要
卖那个流水席啦。对啊，对啊，有鸡有虾，然后有套丢，然后对，有螃蟹，然后两种鱼。蛋姐够螃蟹啊，还有螃蟹哦，还有点肉。哦，还有猪脚，阿妈吃猪脚吃得好开心。啊、阿妈吃几万块一桌都没笑成这样。请吃饭，有这个马吉，还那个彰化有名的马吉。好，让我先吃一个。对，马吉。来，放马吉，这一桌先，哪一桌先？大口。对啦，就推口，我就推到推口了。再来，谢谢大姑姑。